这里这个一个背包，看一下背包愉悦，激活一下啊，没有拿出来，不好意思。寻宝，寻宝，全部取出，背包营月更换，好了，加又加了18万战力，然后这儿把这个穿一下，嗜血指环，我这个踩的比我这个要牛啊，既然是三星的，三转三星，我这个只是一转两星，这是第一次抽到这么豪华的东西，然后这儿可以任选初级攻击，初级什么，来随便选一个，再随便选一个，初级自愈，好，图鉴激活一个游天鲲鹏。又加多少？加18、20万，没有那个牛，之前那个加了50万，吓到我了。我们挑战肩副本吧。这儿要不要合并次数？先不要合并吧。啊，佩戴取魂150%，副本的可以进行鼓舞，一次一次的来，留着没有用，一次一次的来。因为我等级越高，他给的剑会越多，这个应该是慢慢打，相信我。等一下，一剑吞噬，吞噬剑上限增加，免费吞噬，这个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拿到上限了。哎，领取奖励，有人结婚了，好的，先挂着吧。哎，还有人结婚。可以的，可然后淬体自动提升一下，两只礼包，两只等等，这里就自动升。今天的活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们其实今天都做的活动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们先把这个灵体先提升一下，吃饭也操心，哎呀，游戏也让我们操心，吃饭也让我们操心，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。然后这个用完了，这个橙色的很给力的，元气用了，好，元气使用一下，用两颗喂养一下，加了6万，进阶一次加2000，新纪录，好，610万，吃什么肯德基？这里我们刚才没有合并，还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这个战力还没有怎么提升，你知道吧？一个是经验没有怎么提升，一个是战力没有怎么提升。这些东西我们搞完之后会很厉害。我今天想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2500怎么办？2500我们应该再充一点这个直冲吧，因为直冲是给就是双倍的，所以我们直接充一点这个钱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再升魔体宝箱，对，爱妄图才操心他，这都好感动。来，再培养一下，又加了6万，舒服。这个单，这个橙色的单，这好给力啊！好，佛体，这个灵体、魔体、佛体，我的天，好有意思啊！有礼包，好，元髓喂养4颗，加多少？我加68万，这个更屌，一个加15万。这个佛体器灵呢？辅元礼包，要过时间了，好的，马上。有礼包比直冲，好的好的，直冲双倍的直冲也不划算吗？这儿学习一下，礼包肯定比直冲划算，但是双倍呢？又加4万，没给你个妖体的，哈哈哈哈，再来个神体，哇，牛掰了！哦，又有这个元气，来喂养一颗，刚才没有喂养成功，加4万，为了你五花流浪看的，好的，好牛，辅元值够，还有27分钟，你给我告诉我这个，哇，这个是700%，这个好划算，我看一下10块钱，稍等一下，这个50块钱给就应该给5000玉，它应该就320%左右。他凭什么说超值够700加？这个是虚假广告，我们一起去投诉他，对吧？垃圾游戏，来买了，一边买一边说真香，领取奖励，然后神器收集，点亮点亮，然后转生，领取领取领取，哇，好多啊！看完直播就搬砖了，那么晚还要搬砖吗？那么辛苦，然后又可以突破，我还差好多这个修为啊！使用4颗，给力，领取，来坐骑玄武全部喂了，雪龙加了19万，出去。加了1万，但这个比的是这个星级啊，所以先把这个升到8阶，买修为单，好，提升，好，加了6万8，这里有个东西，时装，第一个角色时装，时装也要升吗？我的天，哎，不要升时装了，我们今天要升那个新的，转身必须买，好的好的，然后激活，感觉跟传奇一样，转身必须买，我的天，这里我们现在是第二名231星，他是第一名是多少星？排行榜看一下，他是252星，而且这个是有延迟，你看我是231星，对吧？这个刚才显示是229，这个是有延迟的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升，时间不够了，只有40分钟了，完蛋，今日目标领取，我们得要赶快充值了呀。这里还有什么能让我花钱的？你知道吗？我要把我的钱花完。我要赶紧充值拿到那个领充2500的这个奖励，怎么办呀？这儿还要再挑战一下这个经验副本。先等等，我先把这个强化一下，打造13阶对吧？来13阶提升一下，没有了。宝石呢？宝石，这里一件镶嵌，先镶嵌，替换镶嵌，传说解锁。这里大家先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先把能镶嵌的镶嵌一下。说没充不够冤枉，好的好的，有点刺激，这充宝就已经开始了。这里先等等，先平均镶嵌一下，战力应该会最高。升坐骑升不起了，米粉说你升坐骑吧，我升不起了。好的，但是我2600应该不一定能够拿到这个榜一，拿不到的话我明天再来搞你也是 OK 的。好，这里镶嵌一下，数值看着好难受，慢慢来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给他升级，一键升级，这个升级用的很快，这个平均升啊，平均的点一点。手机点的快多了，好的，好，没有了。我们现在战力是1600万，神龙战令任务，这里是每日任务，领取一下，
然后奖励又可以领，这个领的好烦人啊。领取领取领取。背包人物 左右有招财猫和如意，背包人物左右有如意猫，这个是第二天开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做这个接副本吧，直接挑战。怎么还有多人副本？多人副本是第一层，我的天哪，我看排行第六关，坐骑副本我们重置并扫荡。好，这个给一些这个坐骑材料是需要的，这里第二天开启经验打了吧，直接打了，实在不行就花点钱买等级。这是什么鬼？昆蒙变点呀，一键对吧，一键完成，我这还点了六次，我的天哪。好，我们给了2600万，4624，哎差不多，因为这是四次合并嘛，数据差不多。有个多人副本我们打一下，还有起源副本，我的天。第七关给一个飞升次数一次，组队等级三转，这个费时间吗？哇，感谢坏坏大大送的666个可乐，谢谢。要好长时间，问题不大，有一键喊话吧。哇，大大牛掰啊，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次数的，直接进入。我这个战力要打20分钟，那么惨吗？来领取，没关系，我边打边提升这个战力呗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开始真正的氪金环节了，来充值，我们还差442块，我们要充900块钱，那直接来个1000块钱的，1000块钱的，对吧？单笔1000，充值好礼双倍，给20万愿报，1000块钱充进去，这样就直接充了2500块钱了。好，胜利了。正好第二层再进入。好，这个战力等等，一件装备加了5万，我们 VIP 啊领不了，看不着，金玉里充哦，可以了，领取500，再领取800，使用一下这个乌凤，然后要员交换一下，现在哎特价，哇，原价25000，现在只要10000，使用了深海领主激活，哇，这不要自动提升了，是六阶的，不要提升。来坐骑，又有一个坐骑特惠礼包，3万，哇，600个，3万买了，再来。然后我们再给这个升级，现在是有2400个，平均升星啊。好，升到4星。好，出毛主要是看着这个星级，战力其实无所谓。稍等，我来抢个灯儿，别着急啊，灯儿我也要抢。然后这个更换装备等等，哦，这个5阶的来替换一下，把这个3阶的给他。哎，怎么还有？怎么这还有个红色的？哦，这个还可以再提升一次。那这个多人副本缩小界面，多人副本就结束了呀。两次间副本，这个什么限购买了2次，哎，限时礼包给一个飞升单，这个是什么 SR 级以上的提高这个飞升阶级，然后这个是远古铃铛，无所谓，买120级至尊单，120级至尊单，我现在是多少级？大哥，怎么还在打？我的天哪，这好多 boss， 慢慢打吧。妄图人，妄图魂，妄图玩游戏得用钱，你这个也太不押韵了吧！我给你100分，我给你100分，满分10000分，好吧？转身我看一下，转身领取，反正饺子还没有吃完，要凉了呀，这是不是预示着我要凉了呀？这青云老是好像有点肉，专心搞坐骑没关系啊，急啥不慌，坐骑为什么还有个红点？哦，这儿还有一个，也不对，我看一下佛体提升，这个元髓，哇，3颗，再加，哎，怎么才加24000，两折魔体，坐骑技能没有激活是吧？哦，明白了，继续再打这个第5层。来，坐骑技能激活，加了9万，已经1800万了。推荐做完了，有授权腾讯的吗？不清楚啊。这里任务完成了啊，终于出来了。哦，领取领取 ，BOSS 之家归属，5到7转 BOSS 无限杀。天哪，这3次6转5转确定选择 ，VIP 18的礼包等等。我的天，这是 V12、V14，这7转完了。神通 BOSS， 这是自动挑战6杠6转，然后买一下这次数是吧？买2次。然后他自动挑战困难地狱，选这地狱的自动挑战，然后他自动进去。怎么还在打这个？我的天呐，你还在玩魂尊之灾？好的，我再给这个灵体再提升一下，速记有延迟也不慌，最后 是几分钟，2-3分钟的这个延迟，所以别太慌，我们还有20来分钟吧，应该是功法全部升级，这里还可以升级的，加好少，我的天，速记延迟不是特别那啥的。哇，尖盾也就加6000，这个是可以升级是吧？等等等等，命中，给你摁2个进去，啊，可以了，把这个封关了。家里现在有点热了，那个不充也没有事儿。对啊，不充问题也不大。这个活动时间有点长，我上面界面表都看不到，VIP 18看不着的，我现在看不着我的 VIP。白眉头看一下，112级了，还抢不抢？看抢呗，转身网才主要。啊，先别进去了吧。历练完成3个 BOSS 啊，击败3转道士。他又在这打 boss， 奖励差不多，榜一榜二都一样，哎，肯定不一样。这说的哦，在这儿 VIP 礼包，领取 VIP 18的礼包，给了一个这个机关兽，哇，这个机关兽还挺漂亮的，哇，这个做的还挺精良的，
蒙小美，我的天，能抢就抢，不抢也无所谓。我们还有个伴儿呢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今天把他干跑了，他明天就不来了，有个伴儿多好啊。然后领取，这个先不要搞。VIP 又看不着了呀。现在又打这个熔岩地宫，很麻烦的，抓紧退这个组队是吧？稍等，别着急啊，十五，好，不够了，宝石先等等。精炼的话，140，一键精炼一下，没有了。第一名这个坐骑皮肤加100万，其实100万也无所谓，因为这个游戏越到后面它贬值速度越快，你知道吧？又可以突破了，又加了5万，明天哎就等这个单了，哎兑换2次吧，对吧？使用了，这就没有次数了，就剩下7分钟。啊，怎么剩下7分钟？好，我们离开，然后组队面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点错了，这进入有问题。哇 ，Costa 到 V18了，完了，绿元宝转身，好的，20分钟刷新一次吗？好的，那准备了，因为这坐骑我要到最后再冲的，我是打算最后再冲的，三颗两下。虽然这里游戏我们玩过很多次，哦，最初是在这儿，把这打完我就退了吧。一进来就看到 V18了，以10:40为准。好的。无论老哥在不在，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充钱。其实人家充2000，人家充 V18 也就花了800块钱，人民币800块钱，不用太惊讶好吧。哦，这 boss 那么难打，不打了，我退出了。击杀三转道行 boss 打一下，这应该贼快。好，已经来不及把这些任务都做完了呀。激活通关这个第一关，这怎么还有个关卡？戒指抽到了，把大招看一下。800块钱就 V18了，是的。我们领取每日奖励，然后 VIP 是的，商城 VIP 限购的，这个是 V17的礼包，已购买 V18 礼包，12万元宝，给一个雪龙。这里我们明天再来买，今天为了冲榜是需要这个元宝的。荣誉兑换，整战列表别抢了，等 VIP 限购，好恐怖啊！坐骑直升单这里1块钱一个，还是不便宜的，这个还真的有点贵。我刚刚随便就用了2000多颗，这个真的有点难升。我记得刚才是有个刷新的，是在哪儿？3个6000万根本打不动10层。好的，等一下，朋友们，刚才不是有个限购，找一找，寻宝里面有这个风翅，哦，神秘商店，哦，是在这儿对吧？我们来这刷新，消耗5毛钱刷新一下。灵体丹5折的羽翼纪念单买了，我感觉这个也有点问题啊。修一单，灵体丹4折，6000。哦，坐骑丹来了一个，这个是10个，就相当是节省了5块钱，对吧？哦，这个还是可以刷的，刷这个比直接买要划算很多。完了，刷那么慢的话，我肯定就凉了呀。羽翼、修为、密钥，我感觉我完了，今天已经凉了呀。你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2分钟结束，是啊，没有时间了。买 VIP 礼包又不加，我要去冲榜。大哥，他娘的退出呀！别自动了，我去你的吧！这里坐骑冲榜是在这儿，明天再来吧。这已经售罄了，每日里冲也没有了。进入目标还没有达成，军道9阶，直接升，直接元宝买没有必要了吧？我们还有1分20秒，看一下，我是243星，他是252星，我这儿升一颗星都很难的。开服限购没有了呀，直接购买不 OK， 花太多钱了。